然后给你打个叉。嗯。装这个，你找个这个框，然后把它套进去。开始啊，这个是10.1寸的，套这个9寸，套的话，因为太大了，对吧？就不合适，到时候让它打一个叉，不行。现在把这个接上去，是吧？然后套进去。这个9寸。10.1寸，10.0。要把这个装进来。